4A Studentward 計劃與原創方多個設計單位合作，把原創方整個 floor plan 包裝成 QR code 模樣的地圖，以地下及四樓為例，為保持神秘感及增加趣味，當中的所有商鋪均不記名，只以其鋪位的代碼顯示，鼓勵受眾親身遊歷探索每一個設計工作室及商店。而合作單位會印有標記，顯示相應的優惠。除了各種優惠外，每層都設有一個特備節目，例如設計工作坊等等，由受眾親自去發掘驚喜。生活離不開衣食住行，但因為手機的發達，我們幾乎不用走都可以解決各所需，但往往就是因為太方便而失去思考探索的過程，直接去到結果。將地圖設計成一個手機不能讀取的 QR code， 希望受眾體驗一次親自解讀的過程，以遊歷整個原創方來感受當中的樂趣。所以活動以積蓄為名，希望受眾放慢節奏感受生活。計劃除了原創方之外，灣仔的動漫基地、尖沙咀的1881都是 4A Studentward 將來合作的文化地標。